我哋自家兄弟嘅旺角总店正式开幕啦。我哋都会花少少时间教大家点样去我哋嘅旺角总店。由旺角地铁站嘅 E1 出口出到嚟之后咧，只需要向弥敦道方向行咗去大路之后咧，向左手边一直行，会经过屈臣氏同万宁等等嘅商铺。在汇丰银行之前的位置就是弥敦道655号商业中心，前称就叫做胡舍新行的。假如你是由另外一边的 C4 出口出来的话，只需要向弥敦道的方向一直行，见到汇丰银行之后，然后转右边再一直行，过了汇丰银行之后就可以见到弥敦道655号商业中心了。我们自家兄弟就在8楼的802和803室，楼下是不需要特别的登记，而等候电梯上来的时间也是相当之快捷。上到8楼之后，只需要向着801至805那边的方向推开大门，就可以见到我们自家兄弟的旺角物业直播展销厅。在这里我们会提供舒适的环境俾准买家慢慢欣赏佢心仪嘅物业，亦有专人提供楼盘资讯以及解答买家嘅疑虑。我哋希望随住旺角总店嘅开幕，可以帮到更加多嘅观众同埋准买家。如果未订阅我哋嘅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啲影片啦。另外都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咧，俾个 like 我哋，咁就可以喺 Facebook 里边睇到我哋嘅最新资讯啦。大家好啊，欢迎收睇《日进星源》嘅下集，我系自家兄弟阿汤。上次我哋提过啦，这个楼盘嘅园林咧系相当之靓嘅，我哋自家兄弟嘅团队一致认为佢嘅园林会俾到好高分。而呢一次咧，我哋嘅航拍影片咧就特別啲放咗喺下集呢一度放映俾大家睇，亦都咧會俾大家睇真啲佢個園林到底有幾靚。因為我哋嘅團隊人員就用咗新嘅拍攝方法，嘗試喺佢個園林入邊咧係直接用航拍拍俾大家睇，到底喺一個唔太高嘅位置之下望落去個園林度會有幾咁舒適。而家咧唔阻大家慢慢欣賞我哋嘅航拍影片。Thank you.
看完个航拍，我们又直接继续参观上次未看的示范单位了。01户型121平方，三房两厅两卫两阳台，同埋左手边咧就精装房加楼标准啦，大家睇一睇。好啦，一入到屋咧就先见到一条长走廊，我个人觉得咧呢一类嘅长走廊，而且佢系曲嘅，咁就真系几嘥位嘅。就算发展商介意咧，我都要坦白咁讲出嚟噶啦。去到客厅前的位置呢，就会见到一间不算小的睡房，空间感呢算是相当不错，加上呢它这个连装修的交楼已经做了很多配备给你了。出回来望回个客厅，一个南北对流双露台的设计相当之理想，采光也都是很充足，两边的露台是非常之大的，即是不像是一边大了另外一边是小的工作阳台，这个相当理想的。再来望这个厨房的位置，空间感亦都系足够嘅。先嚟望一望咧，向住园林嗰边嘅露台位行出去啦。我个人咧就几中意佢呢个园林嘅，所以向呢边咧我就觉得系几舒适。再转翻过嚟睇一睇咧，另外一边嘅露台啦，其实都会望到园林同外面啦。只不过园林咧就冇另外一边咁多，两个露台咧非常之大，呢个咧真系值得一赞嘅。行埋出去呢个大露台，左手边咧就会困少少嘅，但系向翻另外一边咧就相对舒适好多啦。向翻呢个角度望出去咧就是一个远景，可以享受到相对开阳景观。虽然咧就两边有楼。转埋入走廊，睇埋第二间睡房。亦都唔算细啊，成间屋121方，所以佢做到啲空间都系大啦。洗手间空间亦都相当足够啦。再转入嚟睇睇呢间咧，唔算44方方嘅睡房，咁应该全屋咧最差嘅一个房咧就系呢个位置噶啦。再转埋入去睇个主人房啦，嗱，基本上个套厕咧同个客厕系一模一样嘅。主人房的空间够晒大了，入门的左手边再附送一个洗衣柜给你。其实里面的空间基本上放一个很长很大的衣柜，再放埋床，三边六道床应该都是足够有余。再加上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它是对流的主人房，开晒两边窗，肯定是非常之通风，非常之舒服。12/03户型，三房两厅两卫两阳台。好，入门的位置左手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都可以间咗一间房嘅。有啲可惜的咧，就系都系有一条长走廊啦，喺入门的位置度。转过嚟咧，睇埋呢一个厨房，咁嗰个布局上咧，同上一间示范单位有唔同，同埋呢一度咧有一个工作的露台。嗱，讲翻啦，呢一个单位咧就系一个直厅，亦即系咧佢哋国内叫一种竖厅，就冇做到南北对流。咁亦都系最传统、最基本嘅嗰种客厅啦。不过行翻出去呢一个位咧，个露台都系相当之大嘅，望翻个园林亦都系开阔舒服嘅。咁喺右手边侧侧地咧，亦都可以望到外面嘅景观以及系水景啦。假若系望过去园林嘅另一个方向，亦都系相当开阳舒服。由露台转翻入个客厅，可以由呢个角度咧再睇多次个客厅系点样啦。然后就转入走廊，先望咗个客厕先。咁啊，同之前睇到嘅侍卫客厕嘅空间感系差唔多。转埋过去睇隔篱呢一间嘅儿童房啦，啊，布局嘅装修都几得意嘅。再望埋后面嘅另外一间睡房，三边落到床嘅双人床，不过咧佢系冇放衣柜嘅，同埋只窗咧就稍微开得细咗些少。虽然间房望落去咧都系光猛嘅。再转入嚟睇埋个主人房啦，先睇个套厕啦，都系差唔多嘅布局，冇乜好讲啦。转翻出去睇翻晒成个房嘅感觉，相当舒适，望出去景观
这个园林很阔很舒服，我个人都觉得呢真的很吸引的。有时候不一定要开阔海景的，舒适园景呢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82三房两厅两卫两人台，加油标准。嗱，呢款嘅單位咧喺上集羅文咧已經係詳細咁介紹過噶啦，加上咧頭先嘅112方，其實同佢只係一個鏡像嘅示範單位嚟嘅啫，所以呢一套咧我就諗住咧等大家用第一身嘅視覺慢慢去欣賞，我就唔再多加發表意見啦。好啦，既然我哋一再强调咧，呢一度嘅园林系咁正咁优美，咁一定要花些少篇幅咧，俾大家慢慢去欣赏嘅。嗱，呢个位置咧就非常之得意啊！点解会咁设计呢？两边黐住嘅位置就做咗一啲嘅支架喺度，但系中间咧就通空嘅，然后咧两边就有埲墙隔住。嗱，呢度咧，我解釋下俾大家知啦。我估計啦嚇，佢真係有機會咧，就係嗰幾户嘅人家可以喺自己嘅嗰個空間裏邊咧作出去嘅。呢個係原先設計咁，但係咧，連嗰個地板嘅位置咧，就都需要你自己去做。咁之前咧，我喺一啲深圳嘅影片裏邊都講過啦。其實呢種中空再加建嘅做法咧，會有一定危險性嘅。假若佢原意個設計係咁樣的話咧，咁若然你又真係覺得吸引而想買咗落去咧，都要小心咧，中空嘅加建咧，第二日系有機會啊，政府會干預嘅。好啦，翻嚟繼續欣賞呢個園林啦，可以見到咧，佢種嘅花花草草唔算特別多，但另外都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俾你可以行走以及跑動嘅部分咧，亦都係多嘅。呢一點咧，亦都喺園林嘅種植以及行人嘅道路上面嘅空間咧，係配合得好好嘅。咁剩低嘅時間，我就俾大家慢慢欣賞呢個園林嘅空間啦。最後咧，喺佢近出口嘅位置，俾大家睇真啲佢成個項目裏邊嘅一個佈局。咁唔知道大家覺得整體嘅園林同埋樓距，你又覺得舒唔舒服啦？最後咧，我哋就翻返去銷售中心，俾大家睇一睇佢銷售中心現場嘅環境啦，以及咧亦都會帶大家去望一望佢各項嘅五證啊、預售證等等。咁呢啲我哋見到咧，基本上都盡可能會拍攝低嘅，等大家知道咧呢個項目係跟足正常做法去買樓啦。嗱，呢啲樓盤咧，基本上佢個銷售步伐咧已經接近尾聲嘅啦，所以偶然咧都會有一啲特價單位推出嚟咧做一啲促銷嘅。有興趣咧都可以穩定我哋問定先啦嚇。
嚟咧，日進星源一出嚟咧，小區東門一出嚟咧，其實就係已經去到一個繁華嘅街道版嘅地方。咁咧周邊咧就生活配套咧就十分之完善嘅，超市啊、銀行啊，或者係啲手機商家店鋪啊、食嘢啊、酒樓啊嗰啲全部有曬。咁所以其實買呢個盤咧，我自己覺得佢最大好處咧，其實就完全唔需要擔心任何嘢嘅。樓盤出到嚟外面嘅配套相當完善啦，而另外咧，日進星源咧，亦都係喺坦洲嘅南部，相當之近住珠海，要去珠海嗰邊消費咧，亦都係好方便。而大家亦都知道啦，現時坦洲這邊是有些公交車呢是會去不同的屋苑那裡上客，然後呢就會去到珠海各個點給你去消費，特別呢就是去這個華發商都，所以是很方便的。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日進星源真的感興趣的，歡迎聯絡我們了解更多關於這個樓盤的情況。自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是發掘樓盤的最真實一面給大家知道，我們都會用最專業的角度和觀點去和大家分析每一個樓盤的利與弊。除了拍攝樓盤最優美的一面之外，例如樓盤的附近是有營運不到的商場、死寂的街鋪、公路或者電塔，以至到紅線以外不屬於樓盤的空間，我們都會最真誠地告訴大家知道。一直以來都將觀眾和客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無論你是即時有意去購買，亦或是想諮詢意見，或者是想獲取樓盤的資料，都欢迎你透过影片下方不同的方式联络我们自家兄弟，我们希望今后都继续能够帮到大家。最后提多次，未订阅我们的朋友可以现在订阅完，按旁边的钟仔，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了。下条影片见，拜拜。